你说你疯了吗？牛代之言去哪里？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拜托你离他远一点。未婚妻，你够格吗？我看不够格的，是你吧？ 训练早就结束了。哎 ，Kim 呢？我早就到了，还带着酒呢，是不是有点早啊？我们的计划只成功了第一步，是最关键的一步。